是，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欢迎你们俩啊，这么突然就来了。为什么我们都拿碗，你拿杯子吃饭？你先喝点水，我累。他不想吃，是不是体重大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？你就别说我，你回家看看你老公吧。他很辛苦，我特别同情他。你这滴灵光带着一堆东西在身上，而且他比你还辛苦，脸也大呀，你看看。下巴辛苦是吧？幸好他脑袋上不能带东西，稍微轻一点。刚才陶红说了，带着前夫出来，对，他心情特别高兴。嗯，他主要是跟现任待时间有点久。但征子来这个节目啊，这个确实表现出他过人的体力，你知道吗？这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作为前夫，你不能输给他，知道吧？沙老师一来就开始干活了。沙溢表现不错啊，沙溢。沙溢好，表现真棒。明天再把地里的东西收收。作为前夫，你不能输给他。我可以输给他。我就这么输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你我可以输给他。不是不行，鹏鹏，锅里还有汤，一会儿再加，把这米线都吃了啊，多吃一点。好，你都瘦了，瘦了，瘦了，没有，没看出瘦啊。沙老师，你也多吃一点啊。我也瘦了，不是瘦了，不是你不是瘦了，你一会儿你就瘦了啊。